ที่จะบอกว่าคิดถึงเธอมันเป็นไงหรอกแต่เธอก็น่ามองออกเพราะหัวใจมันเต้นแรงยอมใจว่าเราที่ชิงจริงเธอไม่เอาชิงใจนั้นจะว่าเธอ学续，学续。你在森林里面有遇到野兽吗？我是花仙子，好不好？再丢，耶！没有，很好，这么可爱。来，我们从脚到头，一般是从头到脚了。是是是，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脚的部分，对不对？感觉是个小可爱。慢慢观察，哎，有没有？给你们多一点机会。是个女生。要不然就是西小瓜哦，有，就只有两种可能。为什么不考虑小赖呢？小赖没有。请问一下，你本身唱歌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我觉得我的声音有点像小朋友。同音，还是你本身就是小朋友？对啊，很可爱的声音。头衔是什么？人家都称呼你为台头，全民妹妹。全民妹妹，全民妹妹，所以真的是一个可爱小妹妹呢，可爱的小妹妹，欢迎带来这首歌。哇，好有气氛啊！对爱情一路成一起。用相信刻画成回忆，纪念几个时期，才是刻骨铭心。若能回到冰河时期，多想把你抱进处理，你的笑多疗愈，让人心也苏醒。失去你的风景，像在废墟，像陷落。只是愿每个天性
情走来的句子是想你，是否我没再爱去否则过你的真迹，会不会你也一样在这里去，我愿意。你看这小妹妹，看到她就好想疼她，对，国民妹妹啦，国民妹妹，合理合理，对。刚刚讲说国民妹妹，我心里还想恶心。妹妹，你打开，你好厌世哦，妹妹，真的真的，你是真的太棒，真的。哎呀，对，一年不见你又变大了哈，一下子对长大了，长大。谢谢。然后他说没有，不是我长大，是你变老。老戒刀也没有，没有啦。那看着他哦，这从一点一滴上慢慢一点一滴，那时候很小，在节目里面弹吉他，对呀，对不对？那你这段有回泰国去吗？有啊，其实我住在泰国。你住在泰国，就两边跑，他两边。其实13岁的时候，我有参加森林之王，嗯，然后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在森林里面有遇到野兽吗？我是花仙子，好不好？那一下子有没有 girl？ 然后又是学霸，又考上医学，会念书书啊，他跳级哟。他们全家都当医生比较多哦。没有，哥哥是台大，对，哥哥来台湾念，哦，我读台大，那你我在泰国念医学系，医学系，你也读医学院呐？是。那医学院要解剖尸体什么，你敢吗？敢。其实我想一开始我想当关于心脏的医生，就是开刀。哦，真的？对。可是我现在就还在想。那你不怕血吗？不怕。有些人看到血会晕倒，哎，真的。我记得上次跟他聊天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，他呢就太过把自己包起来了，要叫他要 open your mind， 哎，所以他才去学，所以他才医学系，他真的是 open 哎，我叫他去，他开心上哎，他有听进去了，他真听进去了，真的去开心，对对对，听得太进去了，对对对对，所以你将来想当医生啊？对。也想当歌手，就是斜杠啊，对不对？两个都想啊。他专辑里面有一首歌跟一个漂亮的姐姐，真的假的？很厉害的歌手合作，姐姐跟谁？跟露露姐。啊，对。上当了，上当了。我们一起那个歌多可爱啊，叫打喷嚏。讲不出话来，而且他里面还有自己写一段泰语的 rap， 可以听一下你现场的 rap， 泰文的 rap。在门灯亮，心动爱光芒与森门，没กล้าบอกเธอ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เขินอาย เรารู้สึกยังไงก็ไม่มีใครจะบอกฉันได้ฉันคงไม่กล้าที่จะบอกว่าคิดถึงเธอมันเป็นไงหรอกแต่เธอก็น่ามองออกเพราะหัวใจมันเต้นแรงกับสังขารของเราแดงๆตอนเวลาเราจ้องมองกันสายตาเธอนั้นจะไม่ใช่อายเพราะตาที่ไม่คู่หมายมันอธิบายว่าเฮ้ย怎么会找他一起唱呢？是哪来的 idea？ 等一下，你这个问题不是，我们也是好奇啦，好奇啦。那首歌是很适合露露姐姐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对，我觉得很适合。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我在找一个恋爱老师。这个歌是谁写的？哦，是徐佳莹，徐佳莹老师，对，真的写的，哇，那这是巨作哎！希望你这个现在事业。跟你的歌唱学业啦，哎，学业跟事业都能够很好，好吧，加油啦，加油啊！给我们带来很疗愈的歌，超级疗愈的，疯狂掌声再给 Gail。